颗右边都几乎成熟了，哦，有 2.0 了，哦，一，我要算几颗哈，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，十八颗，右边十八颗，它几乎确定打第一颗，左边一二。那今天我们副理长会教你整子宫内膜的厚度，三条线，子宫的厚度 1.1 好，先抽个。